我在此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。虽然说他的流程还没有跑完，虽然说还要经过中央考纪会的确认以及中常会的复议，但是呢，我在此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。我决定就是我会跟着杨秋兴杨县长的脚步，好，主动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。